安总，董事长电话。忘开机了，跟董事长说马上给打过去。受伤，受伤，受的什么伤？说实在不好意思。的代价，就说工作性质，部队是什么？国家的机器，得实。既然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。但是要想在和平时期保持好临战状态，谈何容易？我不是不理解安夜的心情，不甘心做个家庭主妇，你想去体现你的自身的社会价值，我支持他。但是你总得有个度吧，你不能本末倒置吧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本了？是的。全国展销会在当地开，绝对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，必须要参加。他动不动就不在家就出差，剩我和一个女的在一起。那不是还有东东吗？保姆代替不了主妇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建议。你们市直房不是比这房子大挺多的吗？等你们搬过去之后，就把你妈接过来呗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爸妈带东东带了
别做了，用什么做？你看看我们冰箱里有什么？半瓶豆腐乳。行了，你也消消气吧。那这样，我现在上楼给你做，做完了给你送下来，总可以了吧？喂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让我送咱的腰带当成什么？肯定不行。那我再想一想，到底送什么？哎，要不然。或者是女儿，对呀，什么经验之谈呀？说这些大概是想告诉我你很忙，希望我长话短说。那看来真有这么回事儿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？也怪我太死心眼儿。我在他心目中所做的一切就只是一点好事儿，那你还想让我怎么做？为你生为你死为你而存在吗？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无数次，我的观点我也阐述过无数次，一个家总得有个分工，否则家不成家。严格的说，你为这个家做的事情不是为我，
与不一样，确实是不一样。女人更重要。你为了我站了一天之后，我愿意辞职去帮助你。是，又因为我不让你工作，所以你非要工作是吗？这都什么逻辑？叛逆。安夜，我们都30到40岁的人了，早过了叛逆的年龄了。鹏飞，你真是个狂妄自大、无可救药的混蛋。哎，你混蛋！感情是相互的，在我能够做到爱你所爱的同时，是因为你也是。把书拿开。我还没把话说完。车来了，好，我马上下去。鹏飞，你怎么能动手呢？今天来不及了。干什么？太虚张声势了吧！你我谁不清楚，我们已经同床异梦多长时间了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形同夫妻有多久了？说的再白一点，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？我们感情出了问题，我做人讲原则。可据我所知，你们当然就算没有感情，也总需要夫妻生活吧？除非他另有途径。怎么，你还沾引我有外遇是吗？不，鹏飞，你要是真有外遇，你还有救了。你没有外遇，因为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感情，你不需要家庭，你就是一个无血无肉的工作狂，你是机器，军事机器。哎呀，开门！对不起，我已经睡了。